就是上一年的时候就接拍了一个电影，就是关于小爱情啊的一个小电影，但是就不是，但是就第一次拍电影是蛮紧张的，跟拍剧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拍剧的时间比较长，然后拍戏的时间比较短，所有东西都很快很快，那个就是我觉得比较要去适应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经验。对啊，他们都是前辈啊，我是新人，然后就他们很照顾我啊，很多东西我不明白的时候他们都会教我。我觉得有不同啦，就是拍戏的话时间会快一点，就是大家会比较专注一点，但是拍剧的话就时间会强一点，大家的感情会比较好一点，我觉得。